能去吗？中间这两中间百怎么啊？走？我是可以去的。去啊！你到中间上好，面，快快快！我去放我们家水下屋的箱子。好。对耶，我们还没杰克，你在那上面了吗？红，他们已经在，有人在中间了。哎，还是要抢啊，还是要抢啊！好。你也可以说一下那个坐标，因为我不确定我这条是不是对。团在中央，团在中央。你说一下坐标好不好？70835。70835哦，好，正中间。我打打打，我打团团，我打团团，我打团团。好，打团团。可惜蛋糕不能挖。有下面的挖到，下面有挖到。他没有，他走掉，他走掉。挖到。你小心别摔哦，别摔哦。有勒索了。谁？被勒索了。啊？谁被勒索？谁？是繁星吗？还是巧克力？啊、来第二个结婚，我们先不管这个了。哎，财产均分，哇，马上均分。这个侦探也太多了吧，而且是那几，好、啊，都是你们是怎样？你们干嘛一直刷我的卡？不要盗刷我的卡！什么？卡片好刷？哎，哥，没事。啊那集你刷我200块，那集我缺钱。我是想说，我刚挣的钱，然后还挖了中间100块，结果又没钱了。我的最后一口蛋糕呢？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那集我们，我的天啊！等一下我也还不能上去啊！我钱不够买装。我有400多块钱，我给你买好了。没有，那个是要用里面的。好亮，把我发光了。买装有钱都不能给你买。买装要用金融卡，不能用信用卡。那你至少可以领个一组钱，等一下给我吧。可以啊，我先把我的。我是给你200块哦。你可以领个100块给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给你100没关系。我觉得东西一直吸回来。丢远一点啊！然后站太近。哇，这大屏还是谁盖的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我会盖哦。谁啊？很帅。对，那车子一定很大台。对啊，他才需要那么大的屏来开车。对面是可以买蛋糕给国王吃的，要不要吃蛋糕？你可以直接给他，他饿了他自己放。哇，我有钱了，我有钱了，我有钱要赶快花哦！等一下又有人家刷我的卡了。卡片要被盗刷，要修哦！卡片要收好啊！太被盗刷哎！就你在刷的吗？我只是帮忙调查而已啊！就刚好看到这张卡，我就不小心的，然后就手滑了，操你！哎呀，那么也用发光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。那姐要选个发光，我买东西，你可以。技能买个发光技能，发光，没错、啊，怕那个灵魂交换之类的，对，技能一定要先买哦，光，发光了，我正要回去买，一二三，那飞舞是什么东西啊？给我50100，谢谢你，你最棒，你最帅。嘿，谁叫我？不要不讲话，你过分。那鸡有钱钱吗？那鸡没有，刚好像那个，因为你按摩耶。误会啊！是。瞬移，我们的箱子在哪里啊？箱子这里有一个，这个上面有那个保险箱，贵重的就放那里，那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开。啊、我点错地方了是是。对，上面，直接的死灵，没有前身，有一保险箱，到时候二阶就比较大了。三阶倒不太需要，放大概80块钱。要自己拿，我里面有放钱，你们要自己好。好，虽然你说的很伟大，但其实那个钱的来源，都是从你们那边偷过来的。从我，我不是你们，是我，只有他，是我，只有他，只有我。
我没有买偷窃就不错了。不要偷队友，你直接拿他的卡来刷了，你没有买偷窃呀。我去。我现在各农各的哎、欸。嗯嗯，然后开启这个战争吗？有在想，我想在家里面，我不想出去，好可怕哦！杰克，看你啊，我已经在维弄装备了。嗯，今天我是工人，你是工人，对，啊，对了，钻石矿坏了，他们有来吗？还是我们自己挖的？那几？谁把它挖掉了？那几？那几？哦哟哎哟！来哦，第二队哦，嘿。天作之合、欸，哇，有红包哎、欸！我没钱了，国王破产了，怎么又扣钱了？红包哎、欸！200，200，现在又50。对面好有钱啊，各种发钱呢、欸。有没有考虑去炸一下他们的水下屋，看看能不能炸、啊？摸光时间，可以去，可以去。哎、欸，你们先挖，你们先挖。这个几率到底有没有提升？我都觉得好像。看你的运气啦，0.1提升变0.2，我能提升一倍很多哎、欸。嗯，技能书，要买力量那些的。嗯，好了，提升有感，提升有感，让多少有一点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家、哦、我们家被炸了！爆炸！哪里？爆炸声！是我们家船上那边国王啊！这么狂，好凶啊！好、啊，有有有，还弄，太想炸我，太想炸我！我已经穿装了，没事。他们来吃蛋糕了吗？对啊，太狂了嘛！哎、欸，他好凶哦！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！他疯子啊！没了，好短。既然他们已经来了，那我们等一下也去吧。好。怎样，杰克要不要走？我东西是买的差不多了，我再买一个弓吧，怎么样？不用弓吧，直接就力量靠近就可以狂打。哦，好、啊。好穷啊！走吧。好，那你先上，嗯，我后补，嗯，我也买炸药看看他们那个水下的玻璃屋有没有。哎，他有下去吗？还在上面啊？你就是上面那一个哎、欸，上面那个那就直接砍啦、啊，砍爆他。可是他手上没东西，啊，那应该不是。哎，他们玻璃屋有放箱子了。哇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嗯，怎样？家里的是谁？没有人，没人，这好像对，都是水流，炸不了了。家里的是卢米。哇，哎、欸，那个我们的他们的发光没了，可以再用一下。好，杰克，你会死吗？卡住了。你顺走了，你这样都顺走了、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他们的发光啊？他今天有买？哦，我再去买一个好了。啊，那这样第一天应该就打不起来。这100秒就要下一天喽。嗯、那我现在用划不来。嗯，有理有理哟，有挖，有挖矿。那应该去赌一下博吧，赌一下博。可是已经要第二天了，没关系啊，先不用赌啊。嗯，先别赌，你别开启赌博的战役。他们的钱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已经快1000块了。嗯，太可怕了。那么多钱？哇，杰瑞924。对，可是是走私啊。他们可能就用附魔台哦，所以等一下可能都要来弄弄。嗯，好，我附魔台已经有先买一些书柜，明天就可以开始附魔了。嗯，可以。好，如果要附魔的话，建议就是先30等，那、嗯、你再盖，马上附。阿、嗯、进、啊、要炸老鹰啊！
炸老鹰。对啊。哎，我今天是工人呢、欸。你工人你要做什么工？我要做做那个伦敦大桥。工人就工老鹰、啊。你这样是在帮他们。对啊。没有，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。但你耗费一个人力啊。你帮助了两边，但我们损失了你一个人力。好好好好，得不偿失啊！好好好好，等一下去炸，等一下去炸。哎呀，转职转职，桥盖好就去炸。没把盖好的桥直接炸掉啊！那、啊、我就把那个人炸了。谁炸了就炸谁。你要给团团礼物啊！哎，不能挖了。哎呦，船怎么变这样子啊？妈的，炸的啊！这船怎么这样？团团炸的、啊。你看，老南蛮炸成这样，还不快揍他！我的蛋糕都被炸掉了，我的蛋糕。那等一下他进弄那个发光哦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好。好。走。有的。船在漏水。伤心欲绝，凋零之时。哇。哇。头顶绿绿的谁？谁绿了。我、哦、中间好，那你挖，你赶快挖。这个要怎么看谁被绿了、啊？就看谁戴绿帽。我刷新。所以谁戴绿帽？那个包包包包，包包戴绿帽。我的脚啦！不是他们要来了，你这个让他们直接来打、啊。巧，我的巧，有人来了吗？我不是你的，他们有没有来？我要脱妆，我要脱妆。看看哦、喔，先升级保险箱。箱子里的装是我的哦、喔。好，好，好。哎有间谍啦！怎样？那个哈先生、喔，我直接走到这边，然后狂吐呐。哈先生，间谍。我的桥快盖好了，快盖好了，快盖好了。凋零致死，也只能致死啊，不死啊，永远都会啊。哎呦，我们家是不是开炸了？要修哦，又来炸啦！没有，他是直接丢手榴弹。我竹箱有一套装备哦，你可以拿去付。好。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呢？那是间谍、啊。因为我是重要桥梁，杰克，要不要冲？他买通了对面，啊？你在挖吗？还是在哪里？没有，我在家里。你力量小狗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。那我先去打，如果他顺到中间或怎样，你再来。好，我刚看到他了。那边开始赌博啊！没砍到，没砍到。哦，国王光，脑鬼，家里有脑鬼。好了，盖完了，我可以做事。哎、欸，他无敌用掉，他无敌用掉了。啊，哎、欸，可是他还有瞬移，他还有瞬移。哦，这里有帽子。哦，开赌了，我们钱又钱又扣钱。啊，又没钱了。又在赌。胸甲不见了。哇，杰克你无那个、啊、力量就去打，他无敌用掉了。啊好、嗯，这好像杀死也没干嘛。水下呼吸可以，家里蛮多人，你可以晚一点，可是就这是繁星要干嘛、哦？等一下，深海漫游，我要在海底无敌了。繁星要盖桥到我们家。哦、深海漫游保护伞可以，好穿起来。干嘛要炸什么？繁星，不准！这是我们家，你跟我离婚了，我伤心欲绝了，凡凡。哎、欸，凡凡跑我们家了，凡凡跑我们家，他没有发光，他没有发光。发光是不是想上来？对，还想去老鹰那里。哦，家里爆炸了。我怀疑他们会不会有那个啊？附魔台，杰克，你没有炸的对不对？我刚炸完了。我去炸。哎呦！反应在蹦蹦蹦哦，嘎嘎嘎！他是直接丢手榴弹那一种。对对。
久？时间爆破了！哇，破盾符！嗯，还是带个斧头好用。哦，干嘛正在附魔？哎，转附完魔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他对面家。下面有那个附魔台是不是？哦，我没有看到附魔台，但是应该是在附魔了。那你要不要直接冲进去砍？如果你有瞬移，直接把他们船给炸了，就可以看到附魔台在哪里了吧？